好，今天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遮瑕 CC 棒怎么用。 CC 棒的主要作用是遮瑕和修容，也可以当做底妆来使用。在清洁完面部之后，并且用完护肤产品后，就可以使用 CC 棒啦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，拜拜。